चिल्ला रहा है你们有见过猫界的拳击比赛吗？由于新收养的流浪小菊和小梨花每天不停的吵，就算关进笼子里也会不停的打。可是笼子还能打这么激烈啊？我服了。好吧，既然怎样都是要吵，索性今天让他们吵个够。老规矩，为了防止受伤，还是先剪指甲，戴上口罩，然后他来了。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长得真丑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说谁丑呢？你就说再说一遍！你看我今天不撕烂你这张臭嘴！